我们想要生活，必须是没有毒品的世界。贩毒的人远比毒品要可怕的多。 那个地方跟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谁又会那么干净？这是我的宿命。跟毒沾上了债，用血偿情。 找到证据，查出真相，活着回来。经理，你回不了头。我是个警察，冲在前面的人必须是我。